在中超收官战中，重庆斯威客场0-1不敌贵州恒丰，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是凭借相互的胜负关系，重庆成功保级。重庆斯威俱乐部官方发布长文总结本赛季，重庆斯威官方发布了赛季总结长文，煽情的文字透露着对于保级成功喜悦。重庆官微写道，感谢对手贵州恒丰的职业精神，拼搏到最后一刻，祝愿他们早日重返中超，继续共擎西南足球之火。以下为重庆斯威官方总结全文。一声哨响，比赛结束，纷繁复杂的保级大幕落下，重庆斯威在客场0-1遗憾输给贵州恒丰，但凭借三支球队同分胜负关系的比较，重庆斯威艰难地完成2018赛季的保级大业。90分钟的比赛，就像你我所经历的那些故事一样，波澜不惊时给你意外之喜，宠辱偕忘后让你宛若先生。生活总是这样，他在用他的方式教会我们努力，带给我们挫折，告诫我们别轻言放弃。他在满怀希望时给你当头一棒，他在你绝望时给你最后的光明。命运导演着剧本，而我们选择拼到最后，然后听从安排。感谢现场千余名球迷，感谢每一个一路支持重庆不离不弃的你们，感谢每一个为俱乐部球队付出的你们，感谢对手贵州恒丰的职业精神，拼搏到最后一刻，祝愿他们早日重返中超，继续共擎西南足球之火。感谢拼搏一个赛季的球员，尽管我们有过长时间的难关，连白的阴霾没有一直笼罩在这片土地，我们挺过来了，我们拼到了最后，我们留在了中超。前路漫漫，尘烟滚滚，别担心未知恐惧，别担心从头来过，不害怕艰难险阻，不害怕困顿跌倒，让我们一起收拾心情，总结经验，查漏补缺，谦心静气，携手一同为重庆而战。再吼一遍，重庆雄起。